今天分享的这个主题是不安的世代仍然有平安。真的，我们在这个世代真的，常常感到不安哈。有些人没感觉，因为不听不闻啊，就是随他去了，或者是干脆就直接躺平了。但是呢，我们属神的儿女，千万不要。千万还是打开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能够看看这个世界，真知道神把这世界上的一切的事情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听见，就是要我们有所作为，有所反应。当然我们不是什么高官，什么能够改变什么，但是呢，至少我们可以为国家，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身边的来代祷。感谢主哈。那不安的世代，到底不安的世代，你看看我们身边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哈，全球的气候，极端气候，还有国家的安全、社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还有我们健康的问题。看看哈，图片看一下哈，你看这个极端气候所造成是怎么样呢？有些地区是干旱，有些呢成为水灾、洪水啊！真是，而且这个气候呢变迁到这个俄罗斯那个西伯利亚曾经冷到什么-68°C哦，那现在是飙高温38°，差多少度？差100多度啊！你看看这个是这个38度的高温，创北极星纪录，在敲响气候变迁的这个警钟。以前过去几年，我们就觉得说，全球暖化也很好啊，这个暖化冬天就不会那么冷。可是现在是叫什么？全球沸腾啊，热到不行，要小心哈，热到不行哈。这个是但是呢，我们能够怎么样？挂历还是什么？直接的气候变迁影响到我们人生的安全哈，这个感觉是世界末日要来的感觉哈。有些下冰雹的，有些森林大火的，什么都有啊。但是，这个讲到说，主耶稣曾提醒我们说，世界的末日他再来的日子就是要有这些现象啊。但是呢，还有些人不在警醒当中，为了利益，为了利益，为了利益而战争。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打仗，这个是为了利益。还有呢，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打仗是什么？又是仇恨的打仗。眼前看的就已经目，这个世界的变迁让我们生存就不容易的。还要来打仗，还有呢，这个呢，对岸的这个大陆那一边的，每天来威吓几乎呢，几乎从好像没有停止，就是用武力来威吓。这个不知道是为了利益，还是有什么仇恨，或者是个人的野心。这个我们就只有上帝知道哈。上帝，那我们呢，担忧吗？我们曾经已经习以为常了。在1995年的时候，我妹妹那个，因为我每次那个时候我们工厂正在忙，所以埋头苦干，很少听新闻的，就不晓得世界上的什么新闻。那我妹妹呢，她公务人员，她有的是时间，她常常听这个新闻，什么各个人。好紧张哦，还有些人呢，买米呀，还有什么要堆积什么啦，有些人就逃难了，特别是教会的牧师带头移民到贝里斯啊，集体的移民到贝里斯。我的一些朋友的很凄惨的回来啊，变卖台湾所有的，全部带到贝里斯去，买了房地产之后，发现说怎么生活，没有收入。
所以呢，草草的又回来，然后那边的地产也卖不出去啊，被黑人给占走了，或者是被人给放火烧了，很可悲哈。所以这个都是让人感觉到很不安的。然后呢，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上面讲的是气候，又讲到国家的安全，然后社会有问题嘛，哈，少子化。台湾竟然是哦，常常是世界第一的哈，小小台湾好多哈，什么台湾之光的哈，这个 AI 科技的哦，都是在台湾，然后少子化造成人口老化哈，不但少子化的危机，还有人口老化的危机，直接危害到我们。你想想到，哇，过去我们照顾老人家，那。现在呢？将来有一天呢？谁来照顾我们？哦，要一个想啊！你看哦，这个少子化之后呢，怎么样？很多人啊，特别不用说很多人啊，老师行业的人，做老师的呢，马上面临危机哈，啊，面临失业的问题哈，或者是工作更加的压力哈。你看以前我们的于桥老师。以前好好的备课教书就好了，现在还要当做业务去外面招生啊，招不到学生的时候，那么他那一堂课的课开不成，开不成的怎么样？面临失业，学校也要面临关门了哈。真的，你看台中的老师，好不容易就有一个2岁的女儿，好不容易有一个女儿，竟然。跳楼的，哦，就这么结束了，让人真的是心里都会痛哦。还有呢，三重的这个命案也是哈，面临的失业问题，面临失业，哈，夫妻两个人都没工作，没工作就没收入，没收入他们还要养家，那么寄养在家庭就是当让双方面的父母来供应的时候，觉得。失的盼望，人生的意义价值在哪里？人生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可以讲说，我没有工作，我没有收入，我还要依靠年老的父母来供应我的时候，尊严、生命意义价值已经失去的盼望，所以呢，选择全家人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是真的让我们很忧心哈，很不安。从起初的不安，哦，一个不安，什么样叫不安呢？不安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啊，从一个挂虑挂在心头上，哦，渐渐的啊，变成忧愁，变成焦虑、惊慌、恐惧，接下来绝望了。哦，就像我们刚举的这个，我们社会上的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啦。哦，还有一些为非作歹的啊，哦，管他人已经没有明天了，明天怎样不就是我要怎样就怎样，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我们哈。好，所以耶稣说，耶稣的世代里面，那个世代也跟我们现在的世代一样，只是少了说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极端气候，可是也是很冷的哈。你看那个当下的话，物资很缺乏的，耶稣讲过。哦，就是拿衣服去典当的时候，他交代门徒拿耶稣典以色列人拿耶稣典当的时候，到了晚上，那衣服要赶快还给人家，要不然他会冻死啊、哦！拿一件衣服去当掉、当铺、当一些钱来维持生活啊、哦，来吃饭的。可是呢，天黑了，那件外衣要赶快还给人家，先披着，要不然会冻死的哈、哦。那个时刻也是。一个很不安，然后呢，他在处境上面也很困苦的。他们当下因为犹太人是受罗马管制的，耶稣的时代，然后呢，特别是基督徒，更是犹太人的会堂，犹太是犹太人是信啊旧约是犹太教的，这些新的属于主耶稣的，算是基督徒的，也不被犹太人给接纳。同时呢，这个在罗马地区呢，
又信耶稣的，更加危险啊！看看哈，罗马竞技场就是专门在杀基督徒的，只要他信了耶稣，就有生命的危险。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来，一起来读呢。”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把它摘录了，中间就说，耶稣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给你的平安。耶稣的平安是实时，不是口头上的平安，平安只有在嘴巴上的平安，头脑在里面的平安，是让我们可以全身感受到那个平安的笼罩。不用让我们这个一个马上就是连锁反应的，一直在困境里面，在不平安的困境里面一直挂虑所以保罗接下来讲，保罗讲什么呢？我们再来念一次。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应当一无挂虑。如何不挂虑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小孙女要考大学，她去登记的，又不知道能不能登记成功这个是个挂虑，这个挂。挂在挂着表示有重量这个虑呢我们的中文的字虑里面有一个思想，这个心思意念所以呢，特别真的是这个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安，刚刚提的不安，一个公关一个挂虑，就会如果不把挂虑第一个挂虑先放下来的时候，不得了挂虑接下来是什么？忧愁，接下来是吗？继续的焦虑继续的不安下去的话会怎么样？心慌，接下来恐惧，接下来绝望接下来活不下去了。所以第一个挂虑，刚起初的一个挂虑，就挂在心头上的，思思念念的，不是思思念念的，就是摆脱不掉的，就是会，这个是人之常态嘛，心情的，这个就是人，就是好像是，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说会害怕，自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本来在上伊甸园里面好像都不用有这个挂虑的问题，可是到了现代，从亚当堕落之后。现在我们都会挂虑看一下这一个极端气候之后的这只熊妈妈跟熊宝宝怎么样？哇，小小的冰块，它的立足点真的越来越小了。妈妈会不会挂虑？我的食物来源，我的出路问题，怎么这样子？但是呢，熊宝宝呢，不用担忧，妈妈在，熊宝宝不害怕，不用挂虑，妈妈在，妈妈在。记得我那个小女儿思雨，每次那工作很忙，你知道吗？她那个时候读小学的时候，每次妈妈明天早上吃什么？他最烦恼是明天早上吃什么，明天有没有便当？他怎么会担心这样？我那个时候都觉得好奇怪因为我小时候我从来没有烦恼过这个问题。现在的孩子心思比较细腻，还是比较聪明都会烦恼这个啦。我从来没有烦恼。我读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家巷口就有那个卖早餐的我父母也很忙，那眼睛睁开来。就是到巷口去吃早餐就好了，不用担忧。再长大一点的啦，那个搬家了，没有那个巷口没有早餐店，可是呢，我也不用担心，因为我睁开眼睛就有食物了，不是食物摆在眼前没有的你也要走出门去，抬头看一看，
啊，看一看，往树上看一下，啊，哪一棵成熟了哈？哎，不是我们家种的了哈，哎，是别人家种的了哈。哎，我这哦，那一个哈，尼姑庵的那个院子里面啊，差不多了哈。我就出门哈，就是走到他的，我看得到，但是不是看得到就拿得到，没有的，要走出去，好。哎，它会掉在地上来，我去地上捡就好的哈。但是呢，你要早一点，比尼姑还要早起哈。那5点多你就去那边哈等着。哎，我先拿了哈。好，还有呢，其他你看到什么？有啊，那个时候就是天然的哈，天然的还会掉下来的，你就去拿，就有食物的。还有呢，我们家的菜园里面也有种菜啊、鸡啊、鸭都有，所以不用担忧，就是一个单纯的信靠哈。那个单纯的信心，不挂虑。主耶稣说：“不要忧愁，不要挂虑，就交托意思，就是把它交托。”保罗再一次的强调，再次强调说：“不要挂虑。”而且想说：“一无挂虑，应当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就是不要再挂虑哈，吃什么喝什么。但是保罗不是讲这个吃跟喝而已的问题哈，保罗还讲到说，当时的处境非常的艰难哈，不要挂虑，因为你挂虑，你忧愁不能改变事实，也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就交托出去的。所以我们从年轻活到现在，大家都有一个经历，从年轻活到现在。挂虑好多事情呢，哦，缴学费的、大学的学费的在哪里呢？还去筹款啊？还有呢，要做什么事情？哇，一看开公司负债累累，怎么办？订单在哪里？怎么办？都挂心。包括你看，我教会今天人数不多，会不会担忧？不要担忧，但是呢，还交给神哈。所以今天的主题里面真的是很贴切哈。你看，不要担忧哈，上帝有上帝自己的计划，上帝有上帝的安排，不用担忧，就是单纯的信心。神说不要担忧哈，但是不要担忧是不做事的哈，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感谢这个熊妈妈，感谢主。至少我还有立足之地，哈哈，好。然后熊宝宝呢？感恩妈妈还在，在妈妈的怀里很安全，哈。所以呢，单纯的信心，这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颗单纯的信心，也要持续的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呢，不能停留在，如同宝宝说，你们只能够喝牛奶。不能吃干饭的，好，不能吃干粮，只喝牛奶，啊，要追求，要长大、长进、成熟的，哈，就像这个耶稣的门徒，耶稣跟门徒一起在船上，坐在船上，加利利海，好，他们乘船过到对岸去的时候，这个加利利海起了暴风。哇，风浪很大，船几乎要沉了，因为浪已经进到船里面，浪几乎那个船里面有很多的海水灌进来的，浪也几乎把船给翻了。哇，门徒吓死了啊！主啊，救我们呐、啊！主啊，你不管吗？你救我们呐、啊，主啊！你耶稣在干嘛？睡觉哦。所以呢，门徒赶快，大家都手忙脚乱的，要赶快就劳力的保持这个船稳定，还有保持呢能够继续的运作。但是耶稣睡在这里，耶稣在睡觉。耶稣难道不知道吗？耶稣是真的睡觉还是假的睡觉？还是真的是躺在那边？躺在那边等着门徒来叫醒他，就是信心的一个操练。我们信心要操练，信心要去经历，要不然没有经历，没有与主耶稣经历主耶稣的一个供应，经历这个神机骑士，要经历好多事情，这一生里面来。好像说，
就好像这种"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再忧虑的。可是很多事的时候，我们信靠主的时候，哎呀，到最后，像教会里面每次一记账的时候，哇，红字；可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就摆平了，哈，就摆平了，就是一个信心的账。这是什么？不是现在牧师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才体会到的，是从过去信了耶稣之后，一路上里面每天烦恼就是吃饭的问题。好，你看最基本的，主耶稣说不要烦恼吃什么喝什么，可是呢，吃饭的问题，你看还要烦恼。哎呀，你就是活在最基层里面哈，然后你慢慢的要提升到灵里面的，好，从看得见的。我有信心，到里面看不见的一个信心要操练出来，所以这个信心呢，是不断的要练、操练，经历主耶稣的同在，经历到主耶稣的话是信实的，主耶稣的话是真的，是信实的啊！不要再忧虑的，因为一忧虑、一挂虑的时候，一直衍生到最后面，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哦，所以感谢神哈，耶稣还有保罗不断的强调，不要忧虑，不要挂虑啊。好，那么在不安的时代里面，怎么能够享有平安呢？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安的时代里面，怎么能够享有平安呢？啊，刚刚的经文里面，保罗讲一无挂虑，为什么？因为遇到了很多的事情，怎么样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或是主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都没有感受到，你有感受到主耶稣的同在吗？还跟他通话，祷告就是通话，祈求有什么需要的，主耶稣都知道了啦，只是讲出来的话，让我们心里平安一点，还有呢，感恩感谢他，他也想想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感恩的。有，我们身边还至少一口气还在，生命气息还在，就是献上感恩的哈。上帝都知道，他所出的是意外的哈，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很笃定呐。事情发生的，眼前的很多不如意的，遭遇的很多艰难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无法解决的事情呐，交给主耶稣的。心头就放松下来，真正的一个平安哈。你看，神所赐的哈，神所赐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后面红字，我们一起来读啦。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再一次，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平安就在主耶稣的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什么哈？约翰福音15章，就是我们平安在基督耶稣里，平安在耶稣里，就要跟耶稣紧紧连接在一起啊。这个约翰福音的15章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什么？主耶稣用葡萄树跟葡萄枝子啊。父就是上帝是栽培的人，那么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枝子一离开葡萄树呢，它枯干的啊。那么若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面呢，就多结果子，但是呢。多结果子，它还不、有连结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的时候，还要修剪啊，修剪就是修理干净，让结果子结得更多，结更多的果子啊，就是才能够所谓修剪，就是雕塑我们需要被更新，需要被雕塑，怎么样更新，怎么样雕塑呢？借着上帝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借着我们去外面就是身体活动，去传福音，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
建立去服侍的时候，就经历到了难处。去的时候会遇到，做的时候做事的时候会遇到问题，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再来寻求神。这个是一个循环。如果我们没有行动的时候，自然胃口就不佳，没有运动，没有活动，饭也吃不下了，一样的意思。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或者是说追求福音去服事的时候，有运动到了，遇到了问题啊，觉得自己不足的时候，再回头来寻求神的时候，这是一个循环啊。我有行动啊，我身体有消耗，所以我就有胃口可以吃进来啊。这是一个如同真理一样的，灵里面有运动，自然能够吃得下灵粮。我吃得下灵粮，吃多了，我整天就在这里听的福音，吸收了很多。但是呢，吸收了一个头脑越来越大，只有嘴巴。过去曾经有个姐妹也是一样，讲出来都是上帝的话语，可是呢，没有人愿意信。讲出来好有道理，讲出上帝、耶稣的话、圣经的话都搬出来讲，哦，在社区里面讲。可是没有人信他，因为他只有嘴巴有信耶稣而已，生命行动都不像个基督徒。哇！一讲了之后，我看师长的脸都会不好意思，真是给耶稣没面子。都是讲耶稣的话语，但是呢，你的生命、你的活动、你的行动就不像个基督徒。求神怜悯啊！所以呢，我们要有就是个。不要挂虑，就是呢，要跟基督耶稣连接在一起，就有一个丰盛，就像葡萄树一样啊，连接在一起。葡萄树枝子连在一起，都多结果子，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好，丰盛的生命呢，丰盛的生命，这一个我分享一个这个。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之后，内在的一个丰盛的富足的一个生命里面，就不至于不致缺乏。你看大卫讲一下，耶和华我的牧者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诗篇里面的23篇里面主耶和大卫讲的。大卫那个时候流离颠沛，他处处都缺乏的，缺乏住所，这个安居的地方，然后呢，有一群欠债的、窘迫的、流浪的，通通来跟随，从四百，从起初几个到400个到600个，天天要吃饭。大卫是不是？然后这些人是不好惹的，也有黑道的，然后还有一些混混的。真的是不好惹的，万一没有去满足这些人的时候，会翻脸的，会造反的，还曾经有一些不称人意的时候，就要拿石头打死大卫的。大卫天天在，可以讲说是挂虑，是怎么通通有，心里面的情绪是反复的，很难形容大卫的。可是呢，大卫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一关过了又一关，一直持续往上，以至于做到这个以色列的一个领导，一个以色列的首领，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可以来管理，是人是不好管理的，特别是以色列人每个都很聪明的。所以呢，经历，他的生命里面，丰盛的生命里面，所以写出诗篇这么美的，这么好多的一个祷告词。到最后，到最后他说什么？这个上帝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怎么样？他可以感谢，他可以祷告，他可以拿，就是把上帝的话语活着出来，这是一个顺服单纯的信心，而且不断的经历操练。所以大卫他眼前常常看到他，我们都读过撒母耳记上这个大卫的生平的时候，看到他被追杀，已经看到是没有路的，看是没有路的，上帝就为他预备出路，是很不好的。大
爱常常活在不安定当中，不安全当中，生命危险当中，但是呢他心中有平安。好，我讲一个人，这个一个有弟兄，这个族群里面他也有贴出来，这里讲说当值的社工，他的族群有一个当值社工退休的记者。这个有弟兄呢，我起初呢，跟他认识也是这个就是社区关怀据点，我们去开会，我们同属在这个之前是一个热火协会的之下的，然后呢一开会的时候就所有的据点都聚集在一起开会的时候，然后他也是当中一个据点的负责人，哇，没事呢，跟我讲了讲了好多很多很多，只有一个共同点，引起共鸣的是抱怨。他也开始抱怨对热火不满，不但对热火不满，还对他的牧师不满。当他们当时的牧师呢规定他，你要来我这边工作，已经工作据点工作是五天的，五整天的，还礼拜天强制来做礼拜。他真的是很不满意的，不过呢做礼拜，听到了，听到了，真理很不错，可是我就不喜欢这个牧师，所以呢他自己呢又暗暗的去找一个，不跟，不是在礼拜天做礼拜的，找到礼拜六做礼拜的，真耶稣的，他找到真耶稣的，这个人他追求、之后呢说实在当时认识之后抱怨完毕之后，说实在上帝真的是听到我们抱怨，所以呢 OK热火的接受处罚，然后事情出了一个他这已经上一次我去可能是已经 关案的了，结束了已经判定了有罪的判定有罪没事的我们也受罚了真的是被罚什么三年不给你们继续开社区关怀补助，但是不补助了，没有补助，三年不补助了上帝啊，我抱怨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感谢神啊，上帝还给我们开出一条路出来，就是我们还有个爱肯关怀协会，重新用爱肯关怀协会，但是呢只能够这个补助呢从过去的补助降为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已但是呢感谢神啊，因为补助少了当然工作量也少了感谢神，上帝所安排的都是刚刚好，也不是刚刚好，也是最好的所以呢看似很不安却有平安，看似没有路却有出路。我讲到这个尤弟兄呢，他的一生里面的遭遇里面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很不容易他写说当值的社工，当值社工他现在是做什么，我先讲他过去好了。过去呢他做了就是出版的，他也出国游学读的也是名校的英文程度各方面都很不错的他可以回来哇就是做了天下杂志的记者主编的。之后呢他不知道后来不知道发生他自己也说是得罪了黑白两道，所有的文化杂志都不雇用他。失业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那七年八年了，搞不好十年了没工作，一个男人没工作十年了，他老婆养他，他所有的亲戚，后来是他告诉我的有一天我们不小心遇到了他就来教会，我想说一下子做一下子而已，结果呢一下子就做了两三个小时开始有得说了我们就聊起来，所以才知道他的情况。哇，一个记者文笔也很不错他常常在我们的族群里面有发表他自己有一个族群里面当时的社工，我觉得哇信了耶稣果真不一样他当时还没有信耶稣，甚至是他说哇你看看心中很苦，糖尿病也有，什么病况状况都有，身体各方面都出状况，健康出了问题的，因为心中不安，没有好心情，什么病都出来了。但是他信了耶稣之后
他整个人气正，整个人甚至人家他的亲戚还嘲笑他。你知道，在热火里面，我们当时他都还没有考到那个什么造书员的执照，还没考。但是他看哦，关了之后，热火关了之后，他干嘛？做造福员啊，造福员，叫他亲戚都笑他，哈哈，日子撑不下去的哈啊！你也去做造福员啊？你读那么多书，你是做造福员？但是呢，哎，每次都看他照片，他发表着哇，他去传福音。他说感谢主，借着这个工作，我去服侍老人家。然后呢，这个空档里面啊，我听老人家诉苦，我也告诉老人家一个盼望，把耶稣介绍给他，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啊！他在当中，他是当值的社工，哦，提升自己的生命提升出来啊！不要说哦，我现在是造福员啊，好像是最底层的，没有。社工，我是长子的社工，哈，我是退休的记者，哎，一样的，他的文笔真的是很棒，大家有机会的话，哎，在造物主群里面去给他看一看，哎，真的这样子值得我们的一个哇，一个生命的见证，哇，这个心情一开朗下来之后，哎，他释怀了，别人嘲笑他，坦荡荡的。我活在上帝的旨命里面，我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对神有所交代，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主的手中。他不是信假的，他信真的。他这么热衷，这么追求主耶稣的时候，他老婆就怀疑着，最近这个男人怎么老是不是这个无助无助的，忧虑忧虑的，很活泼啊，在外面这么活跃，到底在哪里？怎么外面是不是有其中有隐情之孽的？好，所以呢，跟踪，然后呢，哎，原来都是在教会里面，他也在教会里面观察。哦，原来他的先生改变是因为信了耶稣，所以呢，他也在教会里面，哇，很热心的服侍，信的比先生。好，比这个尤弟兄还更投入了，所以夫妻两个的关系七八年还是好几年的失业当中，关系都很糟糕的，儿女的亲子关系也不好，亲戚的关系也不怎么样，透过信了耶稣，生命改变，他不断的追求生命改变，心情耶稣，他的心让耶稣来保守，改变他的心怀意念，所以看到这个他的那个族群的标头里面，就我是忠实的社工，哇，提升他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整个心情一开朗起来的时候，哎，这张图片，哎，他跟老婆去这个哪里？这个图片大家看得清楚是哪里吗？巴黎的铁塔。哈哈，哦，你看看，哇，整个生活都不一样，他还是一样，是值得社工啊，退休的记者啊，退休，所谓退休是指没有领薪水，记者还是记者，还是继续的啊。他的对象是什么？他所服务的、所服侍的啊，服侍的人啊，包括有一次我跟他对谈之后，他马上也哦，把我的话语呢，全都录，然后全都变成文字，哎，铺在族群里面。我说，哎呦，有弟兄，拜托拜托，嗯，哎，都把我谢礼了哈。哎，大概就好了，不要写得太清楚了哈。啊，真的是感谢主，所以在不安的时代里面，紧紧跟主耶稣连接，耶稣交代说，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耶稣在世上做什么？保罗在世上做什么？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耶稣一样。保罗是这么的叮咛，他对门徒是这么说的，同时这句话也是在对我们说的。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保罗在说什么？如同我效法主耶稣一样。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做的比我更多，比我更大。所以呢，我们不能仅仅坐着的基督徒，行动跟着耶稣的脚步，
跟着耶稣的脚步，以至于呢，哪天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最重要的不安的是在里面，不是只有环境而已，还有内心健康问题、疾病问题，马上我们就要面临到了，不是马上，现在都有交托仰望。有一天不管你很健康或者是不怎么健康，但是呢谁先走不一定，回到主耶稣里面，千万不要带了两串胶见主面，就好像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殿里面的时候，带点礼物奉献一点，主耶，我们的神不缺乏什么，只是一个心意，我是一个心意，但是有一天回到天家的时候带什么礼物，不要两串胶，好，千万牧师已经告诉你们的，好，去结这个是这样子结的这一个果子，当然不值啦，但是结了一个不知不觉结了一个果子，就是传福音给我，所以我们立志也要有所行动，不单立志也要有所行动，上帝会让告诉你，会让你看见，会让你听见，为他代祷，为谁有什么需要的，我们去关心，去关怀他。好，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保守带领。哦，主啊，你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愁。哦，保罗也提醒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主啊，你都知道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你必，我们最不是缺少外在的物资，而是缺少内在里面的平安。求主保守，求主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主你所关心的事情，让我们在灵里面跟随主。哦，主啊，让我们在世上活出神你一切的美好，就是你连续你关怀你关爱。主啊，保守，哦，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爱里面不断的长大长进成熟，以至于越来哦越完全，越成熟的完全像一样完全。谢谢主保守我们每一位常常与主连结一起，跟随主跟随到底。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